大包小包，请过安检，谢谢配合。对吧？大包小包，请过安检，谢谢配合。大包小包，请过安检，谢谢配合。食神，还没到红灯。妈妈，吃东西。啥都可以吃到。你是谁村儿？你都打过黑黄牛肉了。怎么这么来的话好吃呀？我这个小子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上去。再见吧。对，你们到底是吗？明白。我热好多火，好呀！让人家看，让保安在里边那待着，他走，他去搬，他还得还一个人家。啊，这要搬呢，肯定得搬呀。什么算？哪里？快点呗！这么新鲜，要钱。
Yeah.
你在这里。后头如果是要你一直穿到现在的话，它应该是有一些不同。专门有这个耳机。我在这个大全景，大全景高头，大全景那个中国，中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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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中国
这边儿耍。我来了。文芳，我在别人都接孩子，刚才我下来，你带路去了，你跟我。你看你看。领导给你整个油纸伞吗？你看看这个瀑布大不大？这个。可以往前翻吧。如果把包凉了很难。
这几十斤就在这儿。啊，应该也不会那么久。
中原有书嗯、因为他那儿有个电力排管，那电力排管也是不够用的。
走吧。哎呦。其实我想开腰，你先告诉我一个小孩。